我绝对袂目睭急急，看恁小姑丈阿无迄招。那恁小姑姑，你先啊怎无爱直接，就甲小姑丈甲话讲互清楚。那换作是我，我一定忍袂住。迄个方心雨亲门大户来咱兜呢，交了你过结婚纪念日，阁上爱阿嬷呢。你敢阁要忍？你讲唔对啊。 我一点嘛都不对。你老实！哎，你不要以为你有帮手就怕，你居然敢在我身上刺青！我唔知你讲啥，啊，不过，你咪出去啊！ 一击毙，就会当让你感觉皮皮粗。我苦劝你，莫做亏心事。啊，若无最后吃亏的人，就会是你家己。我有讲过啊，既然青春的肉体是你上大的武器，那呢，我会让你无法度医。 而且这句话，我是绝对讲会到，做会到。小姑姑，你先去陪阿妈，这查某搞我。哎，林老师，你慢走！我跟你讲哦，这是病院哦，你看，四个拢有监视器哦。 你若是想要叫我起脚动手，我可肯定想要搁伤一下，因为这是病医，病严重足紧的。到底是谁伤害谁啊？我要告林老师，我要去医院广播。他滥用职权，在我身上刺青。啊，我讲你听唔对，刺青甲医生的职业道德有啥物关系啊？搁再讲啦，你是给放啥？ 只是予全世界的人拢搁较想要看你身躯顶的刺青是啥？哎，咱别讲了，我嘛就想要看，你敢愿意互我看一下？哎呦，你敢生下来呢？这是病医呢，你安尼结果遐尼掠过，啊是唔惊会予人当作你是精神病患哦？我不管啊，说破就说破了，只要你们医院的管理高层出来评评理。 你真正是叫个头壳歹去啊呢？你是小三呢？搁想要死给奉上哦？哦，小姑子真正头壳歹去啊，才会去予抓到你啦。要不然就是极品用腻了，想试试看劣质品。啊！软软爱的是我，要怕也是林若诗。